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那像今天我们参加这个盛典啊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见到的艺人？师兄，师兄呢？天天。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前辈，对，是我们的榜样。那现在见到了吗？大家见到了哦，已经见到了。对，然后后台的打了招呼，然后就特别帅，激动。哎，用的话师兄跟我们说加油。对，师兄跟我们说加油，但是特别激动了，因为刚刚好就是他们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好要上台嘛，然后师兄就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加油，然后当时就想着就是今天拼死了也要把这个舞跳好。哈哈哈哈哈哈我紧张的都是有